吴大师比比，对，好听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吴大师比比，他姓吴叫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不，他的老婆叫比比哎。哦。他姓吴叫大师。啊，吴大师。太太叫比比哎，吴大师比比。夫妻，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贤伉俪啊，就叫做吴大师比比。喂，你们在不干嘛在笑？哎，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。真的吗？对，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大哥，坏，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呢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不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喂，你有点。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就桃山隧道的意思。桃山隧道的意思。哦。五票，加油！郑永强，恭喜的年轻人这样，如果要再喝，加油！我跟你喝到底，齐龙加油！大哥，那个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哈，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，叫干尼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波波手。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德玛黑波波手。德玛黑波波手。哎，好，蛮快说罢了，谢谢啊。他是他们自己要照的，你现在别人在照相，你拍他们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人家是有肖像权的。OK， 谢谢你。公开活动怎么吗？公开活动我们是大会，我们有权利可以
可以邀请哪些人可以来摄影，哪些人不能摄影。如果你现在的影片如果拖到网上，我们可以主张，因为这是我们是大会主办的东西。香港交代，谢谢你。香港交代，我是裁判，我是会场管理，你可以针对我。你终于要交代了吗？不是，我是会场管理，我用我的管理的权。大会报告，我们跑到紧接在后的是桃园区卓溪乡、海端乡、卓溪乡、海端乡以及延平乡。大家都不要为难，好吗？可以吗？画面够了吧？好，现在进入最后一圈。对不起，我们禁止你拍摄。大会报告，我们大队接力是禁止。警察，我不会找警察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我们禁止你摄影，请离开。对不起，你可以在这边观赏比赛。香港交代的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香港交代，一点。大会报告。跑道上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射男组800公尺的决赛。你为什么不能摄影？介绍到次，我们有权利。第一道信义乡，你自己的所作所为，第二道延平乡，在网络上也欣赏过你的大作。第三道我们这么会卓溪乡，好吗？第四道大家互相桃园区，这不是自由。第五道。桃园区，我们大会，我是大会的会场管理，我来决定。海端乡，第八道，卓溪乡，谢谢你，好吗？大家一起帮忙。李先生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不是，我现在要摄影怎么了？你现在如果好，我们达成一个协议了。如果你躲在一个角落，我没看到你，就算，好吗？我也会。